于陪伴生重病的父亲以及后续处理丧礼，我几乎都在南部，那我的业务工作就都停摆。那我为这个事情很担忧，我在27之后就跟天父祷告我的担忧，并且求天父恩待我。那没想到在丧礼一结束，就马上有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签约。那更奇妙的是，在公司有一个主管荐术的比赛，当我一个月都没有进公司的情况下，竟然成功达成，并且拿到一笔奖金，而这笔奖金就可以去报以色列短宣队，真的是大大的感谢神。